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寂寞了。就算我再成功，也没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。锦雀，你为什么要执意留在梦中？ 为什么要离开我呢？你不是告诉我说，你会一直仰头看着我，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依靠着我吗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告诉我。 为什么？大王，英哥来了。终于来了，为何而来？是否无法忘怀我们的过去？ 别自作多情了。你究竟怎么救锦雀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什么？锦雀还能活？是啊，那就是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。
英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明明已经逃出了王宫，你为何又为了别人而自投罗网？你又为何那么傻？别人穷尽一生追求一个爱自己的人，你却可以轻易的出卖。因为都活在这乱世，无法独善其身，你知道吗？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做自己不后悔的事。英哥和景雀互换之事，你确定能成功？英哥和景雀是双生姐妹，而且是感应极强的，用华胥引可以换。你到底是选英哥还是景雀？知道你和大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因为大王懂得爱，而你说到底就只为了你自己。我要警觉。君姑娘，若能救舍妹，还请勉力依旧。你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锦雀的命？是的。那好吧，我会用华胥引为你织一个环，让你在那里和大王长相厮守。那又怎么样？又不是真的。你可要想好了，来了就没打算回去，想好了要去陪伴大王，如今还能换锦雀的命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好，英哥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若败了，是否会对姑娘不利？不会。不过你能进去，就难有活命了。君姑娘。开始吧。既然他已经来了，能否让我跟他说几句话？他破坏我换命，我岂能饶他？我是幻师，你托我帮你换命，如果你连短短的片刻都不愿意给我，
我又何苦为你操劳？那好，这次便依了你。你们想逃出我的掌控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住手！圈套又怎么样？这，跟我走。苏玉，我们逃不出去的。是啊，你何苦送死？平侯能不能留下我的命，就要看你的本事。哼，我知道你身手很不错，但是你我相交，我未必会输给你，而且我不喜欢用蛮力与人相斗，这样也不是我的手段。你最好可以四处看一看。哦。或许你的身手可以躲过这些设计，可你爱的这个人可就未必了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目的很简单，我要你把密匣打开。你处心积虑的派人潜伏在沈岸身边，又一路追杀，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密匣。可是你知不知道密匣里有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里面的灵印是你父王秘而不宣的至宝，而且天下只有你一个人能打开。我想你打开以后，我就可以知道灵印是什么了。嗯，看来一切都是在平侯的运筹帷幄之中。可惜苏玉也不是贸然前来，既然要救他出去，总是要做些准备。看来你冒险过来是有准备的，就是为了引开我的人，好突破我的防守。既然与平侯交手，总不可以冒昧而来啊。那看来你我是要终决一战了。苏玉，你我上次对决在我府上可没什么结果，因为英哥的聚魂剑坏了事情，而今日又重复了当日的情形。你说这世间的事情简直是轮回啊。只可惜当日你我都是为了各自心爱之人，可如今平侯所爱之人都已经弃你而去，难道你从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是我的东西终究会得到，因为不会因为我的所求成为我的弱点，而你却不同，太过感情用事，优柔寡断，明明可以成事却坏了事情，你的缺点过于明显。因为我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平侯来说权位野心重于一切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所爱之人的安危才重于一切。也许军服的确是我的弱点，但正因为我有这样的弱点，我才觉得活着真的很美好。就算平侯你得到了王位又如何？就算你是天下最强大的人又如何？你的所思所想与谁分享？满眼都是畏惧你权势的人。
颗真心的那个又在哪里？哼，世子好口才啊，只可惜你爱的这个人随时会死在我的手里。不就是要我打开密匣吗？我依你。退下。是。只要他打开密匣，马上杀了他。是。世子真爽。只可惜你我敌对，要不然的话我和你真想成为一对朋友。你我心性不合，还是做敌人的好。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把他放了吧。我有那么好骗吗？先帮我打开密匣再说。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为我设限？傻瓜。放！不！
是？在担心苏玉了，嗯？我告诉你，他还活着。提醒你一下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。当年就是你为了苏玉，把魏国害得国破家亡，千万别重蹈覆辙。父王，苏玉他已经打开了密匣。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？这一切到底和我们魏国复国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苏玉把我们魏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公平地说，魏国国破，不能全怪苏玉。怎么跟他没关系？他是陈国的世子，你是魏国的公主。如今，你应该仇恨他们。恨陈国，恨苏玉，恨陈国那个老贼。父王，你是说陈国公？我一定会灭了他，我永远不会输给他。你为什么那么恨陈国公？不许提那个老贼的名字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我联手一定可以复仇雪耻。父王，你要如何对付苏玉？苏玉，他的血是最好的祭品。父王，你为什么非要用生计这么残忍的手段？难道非要用苏玉的鲜血来完成你的复国大计吗？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，我相信你。上次是因为你的任性才铸成大错，这次千万别一错再错。只要你肯听我的，我就保他不死。臂里隐藏了
记载着九州所有的奇闻异事，有些已经失传，有些已经被淹没。很多人都以为这些是传说，比如说华胥引，比如说鲛人。鲛人。传说世上有一种种族叫做鲛人，他们精通幻术，修行百年，相传是郑国荣氏幻术的源头。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到的鲛人不多，鲛人是郑国的特殊一族，他修行幻术最终得到，得到的鲛人不再是普通人。鲛人当中修行最高者称为千鹤，是九州世代相传的守护神。世间万物有许多神奇，很多人都认为鲛人不过是一种传说。我见过真正的鲛人，鲛人不是凡人，他不愿意纠缠在世人的纷争中，所以他隐居独处，行踪诡秘。但是他强大的法力和无上的幻术，令所有九州的野心家趋之若鹜。说得好。只要我们控制了鲛人，我们就控制了整个九州最神秘的力量。这听上去好像有些无稽之谈，不过拜国公所赐，让我们得到了一具真正的鲛人的武身。武身是什么？鲛人的记忆游丝。鲛人不是凡人，他修炼百年甚至千年，一旦死去，他的魂魄会带着累世的记忆留存在世间，最后才会消散。但郑国的国宝聚魂剑能把记忆游丝凝聚在一起，凝成人形，成为物身。物身虽无肉无血，但却具有鲛人的形态。它不能行动，但却会拥有累世的记忆，所以它具有智慧。只要我们通过特定的法术，就能用物身唤醒沉睡的鲛人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用物身唤醒沉睡的鲛人，是不是要生计苏玉？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只要知道鲛人很难接近，更难控制。这世上只有一个方法能控制住他。华胥引。公主果然聪明伶俐，不愧是魏国公的女儿。三天之后，我将在这真言壁前重新唤醒鲛人，到时候能够控制他的只有你的华胥引。只要你听话，苏玉就能活命。这位姑娘为什么不开心呢？要不我给你跳段舞蹈吧，我跳的特别好看啊。噔，肚子肚子肚子。你能不能让我静静？能。摔疼了吧？嗯，你看都把它摔疼了。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苏玉？
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难道没看出来，是我出卖了你，你救了我，我却利用你开启了灵异。你要看清楚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利用你，利用你报复，报复陈果。你哭起来一点都不好看，女孩子嘛，还是应该多笑笑。以后，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话。 在一起是他最好的归宿，因为只有我才能保护他，而你呢，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如果真的可以消除你对我的恨，这样也好。 不要再跟着我了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你就当我不存在，把我当成那个园中的花草，不用放在心上啊。主上，云公主，请您去一趟。那我先去了啊，你自己随便逛一逛啊。 Thank you.
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，知道吗？为了让你醒来，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，甚至整个魏国。我这样对你，你现在应该感到满足了，对吗？你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聚魂剑。有了聚魂剑，你就永远不会消散，永远不会流走。这次我一定牢牢地把你锁住，不许任何人把你抢走。你说话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现在虽然是物神，不是血肉之躯，但是你一定能听明白我所说的话。但是怎么了？你看我一眼有那么难吗？你看我一眼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恨我，现在你还在恨我，你恨我，所以你走了。但在我的心里，日日夜夜我都在想你。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为什么？随你想，我都不在意。我告诉你，我会让你醒来，我会让你的儿子用鲜血把你唤醒，他用他的生命换回你。到时候，你还是一样要臣服于我。关心苏月，难道我是他的母亲？你真的是苏月的母亲？救救他，救救玉儿！我救不了他，我救不了他。只有你，只有你能救得了玉儿。只要你能救他，我该怎么救他？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才在花园散步，一只野猫跳到我身上，吓了一跳。一只野猫就把你吓了一跳？女儿失忆了。听说你去地牢里看苏玉了，被她
已经未了，苏玉对女儿有恩，女儿确实一时难忘。不过女儿没有忘记父王的教诲，也没有忘记魏国的仇恨。您放心，这次贞儿一定做好魏国的公主，您的好女儿。好，说得好。父王等待已久的日子就要到了，你的华胥引没有白训，马上。 Thank you.